大家好啊！今次会同你哋分享一下癫毛动物王国嘅秋合手感。全系列最轻嘅小象泡泡，佢手感特别明显，因为摇动嘅时候能够听到猪仔碰撞嘅声音。偏轻嘅款有小虎荷布，佢六面摇嘅时候晃动空间好大。至于同佢差唔多重嘅熊猫太极，手感就相反，六面嘅晃动空间细。差唔多重嘅小熊爸爸，佢上下摇有碰撞嘅感觉，四面嘅空间细。而小鸭领队嘅重量同手感都同佢差唔多。重少少嘅有小熊猫抢苹果，佢上下前后比较闷，摇嘅时候会感觉到小动物配件大下。企鹅探哥同佢差唔多重，上下嘅空间比较细，前后摇有打鸡嘅感觉。再重啲嘅系温暖笔嘅熊，佢上下摇打鸡咁好重，四面都有晃动嘅空间。偏重嘅款有几个，包括鳄鱼保洁员，佢六面都几乎摇唔喐。同佢差唔多重嘅有贪睡树熊，佢上下前后冇空间，左右轻微撞下。再重啲嘅有贪吃长颈鹿。它四面摇动，上下有打鸣的感觉。全系列最重的是控睡兔宝，它六面都有空间，而且打鸣感重。今次的隐藏款是小猴捞月，它属于全系列最重，左右摇动，而且有微微顶鸣的感觉。癫毛的动物系列都出过不止一套了，不知道大家又喜不喜欢今次这个系列呢？多谢大家收看的 channel， 下次再见，拜拜。